同修说，师傅在荷兰的时候开示，就是说你们记住了，以后一件大事情想要把它念掉的话，许愿解结咒一万遍，一万遍以上它就灵了。同修想请问，这里说的任何一件大事，是指比较深的冤结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比方说解结咒，你念一万遍以上，嗯，那么化解跟谁谁谁的冤结呀、啊？哦，好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那如果有的事情不是冤结所致，比如说求考试顺利，就应该换，是不是应该要可以换成一万遍的准提神咒啊？可以这样吗？可以的。哦，好的好的。